单的给玉米关系哈，他不要单。对啊，校长，校长来，没关系啊，没人坐。我们那个彩带。哇。我们就要开始了，麻烦大家就位，麻烦大家就位，我们三十秒之后大会即将开始，麻烦大家，大家都去找椅子，找椅子，大家都去找椅子。台南市永康区二王庙彩绘灯笼点灯仪式，仪式开始，叫叫叫叫。咱的诸位，咱的里长，啊，跟咱校长，啊，咱前市长，吼，啊，跟咱所有好朋友，哎，咱中心的议员，吼，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吉祥，哈，哇，今天有没有很开心呐？有，觉得最开心、最不可思议的是讲，吼，今仔日伫个长。我昨日才预言的时阵吼，雨落偌大个呢，落到我拢感冒啊！吼，结果吼，我就咧想讲，哎呦，再安尼是要安怎？到无着因迄阵啊吼，里长啊，大家拢讲放心啦，咱地府里清水吼，甲地位新村吼，绝对有避无雨个。哇，有没有？我们结果给我们来一个好天气，对不对？哦，那甲咱个地府里清水吼，甲地位新村，我感谢下感谢啦吼，真的很棒很棒吼。真的哈、哦、好，咱李荣彪，即届吼，伫咱的所，咱的地位新尊，啊，咱的地府李千岁，会庇佑之下，吼、哦，伫咱李荣区第一届即个盛会，好、哦，那我们结合了二王李，也结合了李荣彪，结合了永兴国小，哇，来做即个点灯的，灯代表的是智慧甲功名。好，所以嘛是代表就是讲，咱今仔所有的参加的，啊，搁咱所有利用你的里面，大家拢会足健康、足幸福，啊，你也透过这个点灯的仪式哈，来祈福。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咱今仔所有会当向咱成功，会当有这个盛会，就是因为咱利用了有委员会哈。咱的所有委员非常的认真，靠给咱的盛会，所以呢，我们首先邀请我们的副主委，好，咱的小贤带领着我们所有的来，带领着我们首先带领着我们所有的委员来，好，给咱的委员哈，好，来热烈掌声啊，马波音哈，马波音哦，咱里面哈就袂当风飘雾苍龙啊哈，啊，这是因为雾音，来。就是因为有人在做，在吼咱即几位，咱的委员，咱的总干事，吼，啊，搁有咱的常务干事，就是因为有因，所以呢，咱
太当予咱李王庙成为咱的李王这个所在的一个信仰中心哈。所以即大家徛的即几位哈，都是咱伫个李王庙哈非常重要的人物啊，啊嘛是非常认真、非常的拍拼哈。好，谢谢他们哦，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他们哈。那恁拢是阮的亲友团，恁咧拍无爱拍遐大声啊？安尼唔该，因吼因遐做认真做啊，这拢亲友团哈。好，我们要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主委，咱的主委哈，来起来给咱致辞哈，来。啊，廖议员，啊，李议员，啊，咱李永康市李市长，啊，咱周校长，啊，咱迄个吴主任。啊，在场吼，咱的贵宾啊，今仔真欢迎啊来参加着阮哦李王庙哦彩绘灯笼的点灯仪式。啊，伫咱这个疫情安尼的时阵，哦，咱会当来受着这个吼，这个灯笼这个功能啊，看会当来消除着这个疫情吼，早日大家恢复这个正常的生活。啊，这。再次感谢大家莅临来参加我的光彩，谢谢。咱感谢咱诸位啦吼，咱我即摆来甲问诸位，伊讲这话，伊领导讲过几摆？哈，讲过一百摆，有伫咧讲互大家听。所以讲过一百届吼，啊，咱即届吼，吼，咱所有委员呐，吼，所有常吼委员常务干事，吼，啊，咱副主委，咱的总干事，吼，啊，跟咱的一位足重要的，迄位叫做楼主，来，楼主，你伫倒位？咱的楼主咧，伫咱即届的会，咱即届的大会内底，伊叫做副总，伊就是副总，就是负责招总。好，规条吼，出钱阁出力啦吼，所以咱的楼主啦，楼主，我甲你请教吼，咱的地府里沉水要点你的时阵，你拔几杯？拔几杯拢点咱的楼主？拔两杯，第三杯笑杯，讲都是你。伊家己讲呢，就是你呢，伊家己在我咧想吼。啊，咱的小贤讲的吼，咱的李中嘛讲吼，吼，这届地府里沉水，敢讲有够好。找到楼主吼，吼，够认真拍拼啦，做工课有够认真的啦吼，真的吼，非常优秀的一个团队，就是因为有因，所以咱才有李王庙吼，啊嘿，庙宇遐尼那好，啊，给咱办遐那侪活动。好，我们一鞠躬，谢谢我们所有的咱的信徒吼，阿妈感谢吼，好，谢谢你们，谢谢，好来。好，那我们呢今天也透过这个活动来开运祈福哈，那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照亮前途啦。好，那当然呢，你咱利用你上界重要的是一位人，一位律师啦，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迄个在咱的李长，在我咧预言的时阵呐，哈，伊讲讲吼大家早安呐，好哦，掌管早安，一个啥啦？哦，因为咱李长每一天拢精神非常的亢奋，所以每一天都是早安哈。来，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咱的李长，嘿，咱的李长来给咱致辞。上届领导，上届领袖。啊，感谢黄总干事，咱陈主委，咱魏总干事，咱张上届，以及咱遮的管理委员会，遮执事老大。啊，咱前市长，咱李坤龙市长，咱李定国议员，咱周校长，咱陈会长，啊，搁咱所有咱遮的用议员，吼，啊，搁所有咱遮的乡亲，咱遮的里民，咱遮的信徒，大家安安，大家好。咱临时用我讲吼，即大家拢讲爱叫市长来。啊，市长，咱就歹叫吼，咱就叫咱永康区市长吼，较稳叫啦，较好哦。啊，昨苏格兰都也是讲好要过来哦。啊，今仔日做这个点灯吼，讲真诶，也是爱感谢咱大多讲咱老师吼，啊，搁咱永兴国小，咱周校长哦，还有咱党委长的支持吼，会当吼，把咱今仔日会场布置到安尼吼。讲真诶，昨咱李永庙做委员，大家嘛无闲加作案较长诶，吼、哦。啊，我着昨来讲吼，我唔好朋友讲今仔袂落，放心，因为用 Google 诶吼，
因为我伫咧烧钱，即正到尾就不过唔上准吼、哦。啊，所以讲吼，今仔真欢喜啦吼，咱政府立先说，咱利用爷的保庇吼，今仔会当安尼无落雨安尼。啊，今仔日主要就是咱疫情的关系，所以讲吼，有足代志咱无方便吼、哦。啊，今仔就是咱即点滴医生吼，会当甲即新冠病毒吼。哦早早把它结束起来安尼，哦，啊，谢感谢大家参，感谢大家，谢谢，谢谢，感谢咱立定吼，咱立定非常的用心伫咱立领内底吼，所以咧，大家都嘛讲咱利用力是虾米货，幸福力吼，上界幸福的哦吼。好，接下来呢，我们来邀请咱头多一点咧讲的吼，咱的永信国小，即届有因为有因吼，啊，所以靠咱给咱遐里那大吼，这个灯笼彩绘哈，好，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永信国小尊。分龙校长，哈，好听哦，哈，你好听哦，看起来真亲切的感觉，哈哈，年轻有为。好，美丽主持人，还有我们主委，好，我们忠诚议员，我们里长，好，我们李前市长，哈，还有我们郑国议员，以及我们二王庙管理委员会，还有今天到场所有的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好，欢迎。我永信国小吼，真荣幸吼，伫咧咱永利这个学区内底吼，啊，今年也有这个机会吼，咱交流管理委员会甲咱邀请，讲吼，敢会使会当叫咱的囡仔来彩绘这个灯笼，吼，啊，阮当然讲无问题，都交完吼，所以咱头壳顶看到这个灯笼，就是咱永信国小的小朋友吼，低中高年级都有吼，你甲看迄用胶纸。哦，剪纸的，嘿，中年级，不是家做，不是家做，是的，那个用剪纸的那个是中年级的作品，然后如果你看到云彩纹的，那个是高年级的作品，然后如果你看你要找低年级的，就看那个动物造型的，哦，有剪那个老虎的啦，有剪那个。那个 小动物很可爱的，加工制约的是咱低年级的作品吼。啊，底下我嘛要代表咱永信国小，感谢咱陈主委甲咱委员会吼，真正做用心。咱委员会这边每一学期半五万块来赞助咱永信国小一挂清寒的小朋友。咱从这五万块总共发了五十个小朋友。我相信这些小朋友会当接受咱管理委员会的审看，哦，会当伫因伫个学习的路上有这个帮助，相信对囡仔未来的协助是非常大的吼。啊，伫只我嘛代表永信国小感谢咱管理委员会，感谢咱陈主委吼。啊，伫只最后，那么预祝今仔的点灯仪式顺利圆满成功，嘛有诶，恭祝咱今仔日到。诶，现场的嘉宾吼，侬当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快乐！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咱阿兰好店吼，哇，校长这么用心吼，难怪吼，咱永信国小哇，永远永远都是学生非常满堂啊，啊，教育放得非常好。他都好调动吼，讲诶有啊，有分中高年级哈，好，你们等一下，我们开灯之后，我们再来看更清楚哈。好，接下来啊，阿拉玛感谢讲吼，咱的好调传递，咱的家调会调，杨中洲先生来到我们现场哈，咱的家调会调哈。好，会调，你广东的哟，啊，你讲话要调我嘞。OK 。你哪里来着？对 ，OK， 我们的李前市长，然后郑国议员，然后忠诚议员，大家好，然后还有我们的主任委员跟管理委员会，感谢你们给我们永信国小这个机会，让我们小朋友可以做这些，而且这是一个艺术创作的东西，对，然后让我们小朋友能够在这样子呈现出完自己的艺术，好，然后也注意，就刚刚主持人所讲的，借由点灯的仪式来点光明，来点我们的智慧。然后也预祝各位我们新年快乐，然后我们疫情赶快解散 ，OK， 好，谢谢，谢谢。感谢啦，感谢咱家长会长，你做家长会长，我麻烦这位家长会长，我做复兴国小，好啊，各家长会长的气质就是无同哦，哈。好，那当然啦，这整场呢嘛是爱感谢吼，一直甲交代吼，咱委员会一直甲交代，一直爱感谢讲吼，咱永信国小吴慧珍，好，吴慧珍主任啦，好，舞蹈室主任哈，还有慧慧手哈，我再来个哇。原来是这么年轻美丽，难怪画出来的图都这么漂亮哈、哦。好，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是邀请咱的头多跟我讲钱吉
不是，是前任的，好，咱前任的永康市长李坤煌市长，嘿，来来来，好，来来管，哦，哎，来感恩大家，好好来，好，谢谢谢谢，哦，做用心的，做甘心的啦，哈，一通电话哦，然后我一定来，哇，咱的李坤煌市长，哈，前市长，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邀请咱的。你咱伊讲诶，拢讲吼，我是利用你诶人吼，啊，恁有啥物问题，恁拢再位来找我。迄、那个人叫做杨忠诚议员。好搞啊，杨忠诚议员。那我们那边掌声欢迎我们议员来为我们来给咱恭贺新喜。多谢多谢咱总干事啦哈，咱诶老市长，李议员，咱诶陈主委，咱诶李长，咱社区诶理事长，甲咱别人诶即个种植树啦哈。啊嘛，感谢咱永信国小周校长跟咱杨会长所率领啦吼。啊，讲实在，咱地方的文化会当来甲学校结合，算上界理想的啦吼。啊，做囡仔伫遮大汉，啊，所以着感受着这个古部落的好啦吼。啊，所以有个永信国小行来结合，这是算上界美满的一项啦吼。啊，当然有劳着咱所有的。所有的这些师生，来当来甲咱庙里共享成绩，啊来甲遮遮尔啊坐立的灯，啊来彩绘，啊来剪梁，予咱这个活动会当安尼达到最高调。那么这个活动，希望透过咱小朋友大家共同参与，啊，就他拄啊大家讲的，会当予咱的疫情赶紧。来平顺落来，啊，予咱会当大家过着和乐的生活，所以伫遮来甲大家拜一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哎，谢谢谢谢，祝大家新年快乐哈。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杨忠诚议员，啊，议员，你即个讲要选议员。啊，有啦，安尼会记一咯，吼、哦，咱伊也讲吼有，吼、哦，安尼今仔来真，啊，他们讲伊真正做用心的啦，吼、哦，所以吼咱有忠诚议员就对啊，吼、哦，伊伫咱的，而且我们是出生伫咱利用里哦，吼、哦，好，来，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吼、哦，这个是，这个是年轻有为啦，吼、哦，非常的少年吼，来，啊，你站起来甲大家挥挥手，你来甲我挥挥手，无错，好，来来来，新年快乐哈，新年快乐哈，咱、哦、的李正博议员哈、哦，哇。年轻有为啦，吼！啊，伊嘛是做代表咱个投一票安尼啦。啊，你茫讲，啊，头拄啊，总干事讲起来叫咱投，迄个叫咱投，安尼咱就投出来是废票，唔是？我们要选贤与能，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动作就很重要了哦。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一个活动就是要点灯。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几位人，哈，咱几位哈来上台来，好，来上台给大家报告一下哈。咱今仔只用是今仔。临时决定哈，然后就是临时搭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点灯哈，点灯台哈，啊，这个家就是这个盆栽是咱李永利，咱李永利咱的李长办活动的哈，啊，甲摕出来用，啊，水布置，水个水哈，啊，这个家我嘛唔知要哪讲很外来，所以我就是甲送大家六只好，好只好，拢我抓来。然后来，啊来，大家虎虎生风，好，好，所以我现在，我们请我们的几位先生，好，来上台来为我们做一个点灯仪式。首先，我们邀请的是咱的诸位陈振胜先生，请好哦，你看到你的，麻烦你上台来。咱的立定哈，谢文琪，谢里长。咱的副主委周嘉贤，好，咱的副主委嘛，请咱的立定嘛哈。来，我们的常务监事张明忠先生。来，我们的楼主，咱的楼主叶文成，好，咱的楼主叶文成先生，咱的前市长李坤煌先生，好，我们的校长周丰龙校长，还有我们家长会长杨忠忠先生，好，还有我们的总干事，好，咱总干事，好，魏志峰先生，好，还有我们的杨忠诚议员，还有李正博议员，麻烦上台来哈。来，好，来，我们等一下要，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的哈，这做非常的用心哈啊，这个时刻非常的重要。来，我们来讲一下，我们要等一下，我们要怎么做哈？等一下我会倒数。好，5 4 3 2 1
然后会开灯。那请大家呢，恁大家一列心肝来，要许一个心愿，好，这个心愿呢，就是我们明年给自己花的一个愿，哈，恁大家来列咱的心肝来想，好手摇，好 ，Are you ready？Ready， 好，那我们一起来准备倒数，五、四、三、二、一，开！新的一年，大家平安吉祥，好你一年发大财，好你心想事成，好起来，好你健康平安，好事来，耶！好好，我们谢谢，好，我们谢谢，哇，大放光明。感动又非常的激动，有没有？有吗？好，非常的感动。好，来，大家抬头看一下哈，你抬头看，来，恁即马有看到，咱讲的讲吼，啊，很多哈，足侪无同款的，每一位小朋友画出来都不一样哈。好，来，有什么？你们有看到有写什么？有，好，金玉满堂来送。新年快乐！还有来，大吉大利，来送，事事如意。好，下面五五生风，好送，好送，恭喜发财，心想事成，哇！所有的好事都在我们，那你咱利用面的没有底下来对，所有好代志都你咱的利用力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的开心。来，有一件更开心的事情来跟大家报告哈。那休蛋子嘞哈，我们有一个烟火秀。那这个烟火秀呢，我们是有烟火诶，我关得住了哈，关得住，我感恩赞助。关得住呢，就是咱中部的委员。好，委员们再一次的挥挥手，再一次的挥挥手哈。咱的好，咱的烟火秀哈，有咱的中部委员。阿哥林瑞和先生，阿哥咱的楼主，好，也要来给咱赞助咱现在的烟火秀，好，那么祝福阿哥感谢伊啦吼，好，感谢咱的公益组，阿来给咱赞助，好，现在的烟火秀，好，虎年发大财，虎年大丰收，虎年旺旺来，好，喝文笑嗨嗨哈，咱给大家祝福感谢伊哈，那当然呢，我们等一下，我们有这个。烟火秀，很重要的，这个是一个关键哈。光照大地，春回大地，福满人间。那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的炮战烟火秀。快点，快点，
人间哈。好，我们大家请就位哈，来，我们南投都要看到这个烟火秀哈。好，当然，上最重要的是，从今天开始啊，哈，好，今天是小年夜的前一天哈，所以呢，我们大家怎样一元复始，哈，来接好咱在座的所有的，咱利用你的所有的里面，来接好咱所有咱利用别的所有的路卡，哈，咱的信徒，大家拢会当一元复始，一路发财，双喜临门，三阳开泰，事事如意，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富盛名，十全十美，百事可乐，千事吉祥，万事如意耶！ Yeah! 好，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咱的所有礼品哈，今天来参加的咱这条盛会哈。那当然呢，在最后来跟大家来讲，来讲一个就是讲，咱伫个这道家，咱李永彪，李永彪哈，哈，有准备着蛋糕。蛋糕吼，要让大家提转转去。好，这个两个呢，蛋糕是咱的地府的千岁，甲咱的地位神尊，嘿，有加持过哦。吼，嘛保佑咱新的一冬，大家拢会当家家户户吉星高照，福星高照，大吉大利，吉祥如意。好，好，谢谢。那我们等一下从出场对对的，谢谢。对对的，应该是对对的，你们要对对干。好。我们等一下啊，等一下，我们拍一张合照。南铁几条拍下来，我们大家坐下哈。我们拍一张合照，我们请所有的委员哈，来，那姐姐，这是历史的一刻哈。我们呢，在李仁杰来，我们坐下，然后我们往后拍，那大家在的，来，我们入镜哈，我们大家来拍一张大合照。来，麻烦大家坐下来哈，我们来拍一张大合照。好，来。好，咱的地府里，地府里千岁哈，咱的李永爷，咱的地位神尊，好，你要过年，尤其是现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哈，给咱加持哈，这条橡皮哈，就是要让咱的李永，咱的地府里千岁，佮谈咱的地位神尊，给咱认呢，好，给咱认呢，讲好有哦。好、哦，我有来参加这场吼，这场是安怎？咱李王第一届李王庙第一届吼，这也是历史的一刻哈。那邀请大家一起坐过来哈，再来一条往后拍的合照哈。一直聊他前，一直聊别嘞哈。嗨，好，谢谢谢谢哈。哇，今仔咱李家大家人拢吼，听着安尼，互你健康，互你幸福，互你快乐啊哈。好来，好来，好来，好，我们拍一张往前，一张往后哈。来。咱嘛相信讲吼，伫个新的一冬，吼，伫个新的一冬，咱的地府里千岁，个人咱的地位神尊，一定会咱加持，互咱做平安，吼，啊，互咱吉星高照，福星高照，大吉大利，吉祥如意，哈。来，我们一起说怎么样？李永彪，赞！哇，这是非常有历史一刻，哈，李永彪赞哦。然后我们等一下一个月哈，来我们一个月哈，我们真的我们要非常欢欢喜喜的过好年哈。好的，我们好的幸福，好的快乐，耶耶，哇，很有福报嘞！你看咱的地府里千岁，真正发的无边哈。哎，大家拍拍手，新年快乐！嗨，好。我们等一下呢，经过哈，要等也是对的，给大家给人歌哦哈，高高好高好，哎呀丢了，谢谢啦。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
来保佑，会当予咱即届灯会，也会当来顺利圆满。